么理由就这么大动静，西西，来，从这儿走。走，我先下去。全都准备好了，很好。先出发吧，我带你去制药厂。醒了。冷玉涵呢？哼，小韩告诉我，庄宇改了计划，让他把消息呢带出来给我。事刚办完，人就被曾帆接走了。不愧是小韩，居然偷偷跟曾帆好上。现在总算有人能照顾他了，倒也不错。你从来没有说过你在这里还有个房子，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和林浩有那么多的约定。我一直以为什么？我一直以为你跟我最好，应该第一个告诉我的。真傻。你说我傻？你们老骗我，我还很不满意呢。还有那天晚上，你突然像变了个人，我看到你那个样子，我的心都快要碎了。你这话就省省吧，留着说给那些小姐们听。大少爷，你心碎我可消受不起。什么叫消受不起？怎么就消受不起了？你是在德国读过书的大少爷，我只是一个失业的小杀手，你要是心碎了，我怎么担当得起啊？你还说这些啊？不然说什么？喂，你这是发哪门子疯啊？好了，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大少爷了。就因为你没有了西服吗？我没有了西服，也没有了鞋，家我是回不去了。我也不稀罕做什么大少爷。我其实什么都可以没有，就是不能没有你。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就这样。就这样。什么理由就不必要去刻意，就算是逢场作戏，